来，我们掌声，热烈掌声给我们的赖副总统哦，抵达我们巴拉圭哦。来，站在我们队伍最前面的是我们远大远自阿根廷布宜诺斯来的阿根廷的侨胞。台湾，台湾，加油！台湾，台湾，台湾，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哈，谢谢大家跟我同行，要去巴拉圭啊，去传达我国人民对巴拉圭现任总统就职的祝福。刚刚今天呢，今天在纽约的活动还算紧凑啊，我们也跟侨胞们大家一起见面啊，共同关心台湾，以及共同关心市区。那下午我也很高兴啊，能够跟他们去看一场棒球。但是因为我们要准时搭包机前往巴拉圭，所以球赛没有看完。那我们也希望这一趟到巴拉圭能够成功，达到蔡英文总统的期许。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深化台巴的邦谊；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进一步拓展两国的合作关系，啊，共同促进两国的繁荣发展。因为巴拉圭是我国在南美洲非常重要的友邦，已经有66年的情谊。而且我们也非常重视哈台巴两国的邦谊。那巴拉圭的现任跟即将上任的总统，在今年都先后来到台湾访问，也先后坚定的表达跟台湾有持续维持邦谊的立场啊，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哈，我们非常希望未来台巴两国的邦谊呢能够巩固啊。两国的这个发展也能够创造双赢。好，简单跟大家报告，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今天是巴拉圭大喜的日子，新任贝尼亚总统即将在明天宣誓就职。我们都很清楚，巴拉圭共和国是我国在南美洲有66年邦谊，非常重要的友邦，蔡英文总统非常非常重视。特别指派我担任特使，也率领代表团前来祝贺，传达全国人民对巴拉圭共和国的祝福。当然此行来蔡英文总统有指示几个任务，那第一个当然希望代表团能够利用各个场合，把握各个机会，能够深化台巴两国的邦谊，也并且能够开拓两国各项的合作，能够进一步促成中华民国台湾和巴拉圭共和国经济的繁荣发展，造福两国的人民。另外，总统也要求应该利用难得的机会来到南美洲，应该要代表国家，代表政府，也代表人民向各位侨领、各位侨胞表示感谢。因为我们侨领虽然人在南美洲，但是心一直都是在台湾。台湾不管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有需要，我们侨领都是出钱出力啊，帮助台湾。那另外呢，因为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参与啊，我们都很清楚，受到区域霸权的影响啊，所以蔡英文总统也希望我们只是代表团来啊，利用巴拉圭共和国新任总统就职典礼，我们也应该要自信的跟国际的领袖来进行交流，也应该要跟各国的代表团的使节们来会晤啊，让国际社会能够进一步了解台湾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坚持，而且台湾人温暖善良，愿意善尽地球村的责任，也愿意在国际情势复杂的状况之下，愿意在印太地区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维持和平跟稳定，来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那当然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韩志胜韩大使的努力啊，我今天一早飞机刚下，感谢侨领哈，在飞机上在机场上来欢迎我哈，飞机还没有降落，在天空中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侨领们挥舞着国旗啊，在欢迎我们大家，那种心情啊哈，那种心情是非常振奋的啊，好像是在他乡遇故知，那又好像是没有离开国家一样啊，那种心情是非常非常温暖的啊。也因为啊韩志胜大使的安排，早上我跟代表团也有荣幸啊亲自啊拜访了现任的啊阿布朵总统。阿布朵总统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领袖，我相信大家在南美洲应该都很清楚，他特别强调他在国际上支持台湾，他也坚定的认为巴拉圭共和国应该要跟中华民国维持友好的邦交关系，这并不是因为彼此利益交换，而是因为巴拉圭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台湾共同享有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我今天也有荣幸啊，也拜访了贝尼亚总统，他也特别强调，他率领的政府一定继续跟民主台湾啊，民主的中华民国台湾持续维持邦交，然后也希望能够跟台湾进一步的深化合作关系。那我们彼此啊也进行了各项啊合作计划的探讨，我深信未来中华民国台湾跟巴拉圭共和国的邦谊一定是更加巩固啊，合作的关系也一定是更加的深入啊。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也非常希望我们各界的侨领，我们大家一起来，不管是我们在巴拉圭共和国投资啊，或者是进行各项的事业，或者是在我们南美洲其他的地方，包括巴西，包括阿根廷，或者是包括智利啊，我相信我们只要团结啊，我们只要团结，我相信国际社会会看到台湾，国际社会也会看到台湾的实力啊。我用以上简单的话代表蔡英文总统啊，感谢大家。Excelentísimo señor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del Paraguay, Santiago Peña Palacios, saluda al pueblo paraguayo.遍布全球，不受财团政党影响，真实感言。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两岸议题，或者想要寓教于乐、丰富人生，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订报专线0800566688。